好，开始喽。好，我现在在剑湖山的度假饭店里面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套房呢是，哎，你射我，我射你，是小薇的北海小英雄的度假房。那其实今天就是我们来工作啦，所以你也看到，就是不只是我，还有同事们今天来到剑湖山这边来拍摄。那这影片呢会上架在虾米频道，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。那现在是刚好休息时间嘛，就是晚上10点多了，所以玩个游戏不过分。我们来打个皇室战争，很过分。不过分。那现在6胜了，那我们继续往下打。今天是 CIL 的冠军牌桌挑战。哦，对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场打完。刚你们看到的这一位呢，来叫做。频道要不要介绍一下？而且穿睡衣的状况，就是他也是一个，就是穿的女明年会，可惜不是，明年会很红的，我相信啦，我蛮看好的，我蛮看好的，对，红一波，我的频道名字在这边，对，自己搜一下，叫 Julie，可以如果搜大寻家一喜下，欢生活类型的影片，可以 follow 我。真的，Julie 还有拍什么风格？我之后会常常拍出国的，然后还有日常生活的，就哦，是比较 chill 的那种影片。出国西的，波，好，西波，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你的频道名称，还没开始吗？哦，还没开始，那等你好了，你再制作一集啊，这个特效很强啊，应该是可以做一个那叫什么？那个。虚拟人物的那个做角出色，那个，好，来，继续哦。Hello，雨波老司机。哦，我们今天穿成这个，又是这个高中服装啦，就是想说要来回味一下婢女的那种感觉。嗯，好，过一个水仙哥。然后野蛮人滚筒，哦，来，可以，这不吃掉。好，这次全场挑战，我觉得，不是全场挑战，应该叫排除挑战，我觉得还算简单，还算简单，目前一路上阵还蛮顺畅的。好，气球要来了，准备冒一波。好，对方超级没有抓到。然后破炮，等下矿工再抓一次。来。消散，被撞一下可以接受，两下顶紧绷，然后被抓到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再带一个。好，带走 好，下一场。好，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那个之前学生时代婢女到底来干嘛？所以，因为今天这次的拍摄，让我们回想起蛮多东西的。就是以前婢女都会在那个。就是坐游览车嘛，然后等一下，我现在好忙，KTV 啊什么的，啊、哦，这个虎丘好险，好直接二棍小队跟一波，啊，好吧，好痛，想想啊，他这个组合是石头人、兵法、小皮卡。飞龙宝宝，法术是大闪，
是大闪吗？好像是大闪。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扩啊，不是火球啦，嗯，是火球，火球加滚木，我们试看看吧。这波应该打起来还蛮痛的。好，直接爆他，因为刚刚那个火球砸的有点，等于多四费啊，所以这边就领先的状况。不是石头，我误会了，这个是。皇家巨人，好，陈迪，好，崔健哥。好，拉打一波毒药，好戳到一下，很赚。直接贴脸放，然后王子可以戳到，这波也带走。哎，自己一个人在玩游戏好干哦，我后悔了。好，我们这个最后一场了，加油！盯住，盯住，我们就结束我们这个奇妙的旅程。来，八胜。最后一场，然后一张史诗卡，史诗代币。哎，等下，我这个史诗代币好像已经快满了，所以不用到的话，听说是会变成钱。好，刚我有玩到这一套，那个治愈法术的三枪。好，先带一个小野蛮人小屋进来。啊，还不确定对方是玩什么。希望不是迫击炮。好，再等一下。好，顶一波。好，治愈。好，这波伤害超高，嗯，效果不错。好，直接进斩杀了。好，包塔。好，喷枪。好，注视大闪。哎呦，我的功能吹，慢一点，差一点。好，看来左塔是一定爆了。嗯，这个主塔守住就好，不求多。嗯，主塔伤害有点高，但至少还没爆，我们这边可以再。沉住气一次，然后对方是大闪，谨记。大闪还没来，好，闪到锤子，治愈下去。
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波守住，然后对方的主塔还在被我们消磨中。治愈，来加点蹭一点血量回来。好，治愈再一次。大闪用掉的情况，三枪有点强，直接中路三枪。好，对方还有留一个旋风法术，哎，喷到了一下，很赚。好，这一波最后一次了，治愈。好，带走，没有，好难缠哦。这边要吃大闪的话，就有点麻烦。盯住，盯住！还不错，锤子又撞到。然后回到了，治愈波，一下两下，一下两下，啊，冲冲冲，进不去，回扫一下，哟，好可惜啊，哈。两塔都打到残界，被盯住了。好，只能再一次。那刚因为对方已经守采取防守阵型了，所以左右路都得拼看看。但刚这样消磨的话，时间就是不够。那如果时间够的话，应该。还是把机会拿掉。下，三下，好，双方血量算平吧。然后墓碑，小皮顶着，吃掉，
小小麻烦。哇，还没，哈哈，快录完，最后一场了，不成功变成人。成功变成人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笑点是？笑点是？没事，搞个成语啊！不成功不成人，这都讲得出来，这成语年代啊！成语小天王啊！来，这个兵法再一波。滚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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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欲勿法，无欲问苍天，一波完了，这波很危险，我这波龙宝守不好就爆了。好，赶时间，赶时间，我们这波要赶快出发。然后火球下去，可以砸到很多东西。一下，好，加紧盯，加紧盯，然后小皮卡送出去。滚木再带一个，不甚理想。好，往回抽，好，加减的加减，很极限，很极限。然后龙宝，滚木准备一下，再一下，200滴，好，带走了。不错不错不错，送他一个表情符号。然后我们来收一下宝箱。嗯，传奇代币看起来是已经满了，所以我们来确认一下。哦，对，我这部落宝箱存很久的那个祖传部落宝箱，不知道是因为改版的关系不见了，还是就是我不小心按到所以不见。反正就有人提醒我，然后我才发现，哎，奇怪，我部落宝箱怎么不见了？好，来收下奖励吧。下一轮冠军排除挑战呢，1100金币，三张骷髅兵，然后六张骷髅气球，五张法师，32张加农炮。那这个冠军排除挑战还蛮有趣的。那因为12月1号就是东京总决赛了，所以大家还蛮可以期待一下。我也蛮期待那个决赛现场到底设备和设施像黄金到底有多浮夸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那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打开、通小铃铛、刷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